在2008年曾一起合作偶像剧，没想12日黄文星再度晒出自己与林依晨的合照。原来两人会合体是因为林依晨日前替阿嬷办寿宴，刚好阿嬷喜欢看八点档，而她最喜欢演员就是黄文星，所以孝顺的林依晨也特别替阿嬷圆梦追星。黄文星也开心表示，因为一部戏的缘分，让他和林依晨相隔15年后又再度相聚，实在是很开心，而且也觉得可以在如此温馨的场合带给林依晨一家人欢乐，真的感到很荣幸。而两人的合照曝光后，也在网上掀起一波回忆杀，黄文星也特别翻出当年与林依晨、郑元畅等人一起宣传活动的照片，并忍不住自嘲笑说：“15年后我变成大叔了，实在是有够有趣的。”